長假期想衝出亞洲去遠啲，有冇諗過去冰島或者歐洲四國呢？嗱，去冰島遊船可睇極光之外，仲可以出海觀鯨啦，去埋金環遊睇瀑布啦、南湖、米湖浸温泉之外，如果你係戲迷嘅話，仲可以去埋傑古沙龍冰河湖，因為嗰度係詹士邦電影《不日殺機》嘅拍攝場地嚟噶。而歐洲四國咧就會去荷蘭、盧森堡、瑞士同埋法國，睇完郁金香再去巴黎 shopping， 一次過滿足曬你所有願望啊！跟永安旅行團領隊服務細心，照顧又周到，而家網上報名仲有折扣優惠添啊！